怎么？你还想怀上我的孩子？战北，我你不配。我不配。那姐姐呢？你闭嘴，没资格叫她姐姐。是你自己吃还是我喂你？记住，你是来还债的。我这就下来。顾桐，好久不见啊。姐姐，我怎么来了是吗？我也不怕告诉你，我就是为战北来的，我要回到他身边。可是我战北已经结婚了。那又怎么样？我告诉你顾桐，能和陆战北在一起的只有我。对不起，我真的很爱陆战北，我不能把他让给你。这个贱人，我劝你识相点。我已经怀孕生你的孩子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你胡说。他是你的妹夫，他本应该是我的丈夫。你自己怎么嫁给他，你自己心里没数是吗？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。顾氏集团大小姐顾曼与陆家少爷陆战北喜结连理，婚礼前夜，大小姐顾曼遭到妹妹顾桐算计，被人玷污。第二天嫁给陆家的竟是顾氏二小姐，大小姐自此销声匿迹。你必须跟顾战北离婚。我是不会签。签了他，你还能拿到一份钱，否则可什么都没有了。除非陆战北亲口跟我说要跟我离婚，然后我是不会同意。顾桐，要是有什么事的话，我不会放过你。快去叫医生。是。顾曼小姐流产大出血，需要大量出血，可她的血型，求顾桐的。顾桐，怎么是你？别说话，快出！不能再拖了，人就要晕过去了。不能停下，顾先生说了，一切以顾曼小姐为重。顾桐晕过去了，顾桐，顾桐，呀，顾桐，我的好妹妹，怎么你现在来看我了？怎么，没事是吗？你还真是个蠢货，我根本就没有大出血，我只不过是夸张了那么一点点，就能让顾战北抽风流血。你说，他是不是很爱我？对。根本没有怀孕，怀孕是真的，都是谁的罪不一定啊。不过刚好，我也想解决掉这个孽种，这样战北就会更联系我了。顾桐，可真是帮我一个大忙呢。你看看你这小脸白的，真可怜呀、啊。所以在别墅里，你也是故意的，我根本就没有推你。对呀、啊。你没有推我，可是谁会相信呢？啊！你真是个毒妇。顾总，你做了什么？战北，其实不怪妹妹的，她只不过是拿花瓶砸了我一下。我知道妹妹恨我是应该的，你确实不应该救我。我真没有，我没有。没有，这房间就你们两个人。他流了产，是他自己砸的自己吗？为什么你总是不相信我呢？相信你，这个不容易。别这么想。陆战北，为什么你从来都不相信我？再见了，陆战北，我再也骗不下去自己。你的心里根本一丁点都没有我。顾曼，我顾桐发誓，你欠我的，我一定会让你还我。
妈，我回来了。对不起，这三年没能来看您。但是您放心，这次我回来，我再也不是那个任人欺负、受人摆布的顾童了。我一定要夺回您和老爷的顾氏集团，顾妈和沈林都罪有应得。姑姑您放心，虽然我从小在国外长大，和您没有见过几面，但我一定会帮着彤彤姐夺回顾氏集团，那可是老爷和您一辈子的心血，我一定会给你讨回公道。不，是他吧？查一下今天大门的监控。是。你回来了，对不对？这次我一定不会放你走。来了，阿倩。还不是你，当初把佟丽江熬掉，没想到那么一气之下让我开刀，把医院开除了。算了，都过去了。来，对不起，既然这么抱歉，就把这个小帅哥给我好了。哦，对，这个是我不用解释了，我知道，小男朋友嘛。不是，过去拍摄都这么多年了，陆战北算什么？还是小奶狗好。你们先聊，我去买东西吧。我以为你不会在乎的。这是我家，可是知道这么多年他也总该放下，而且这次我是为了顾氏回来。好，顾董，我真没想到顾曼母女这么不要脸，当初沈凌背着你妈做了多年的小三，才会生下顾曼就算了，没想到现在要在你爸去世后倾尽家的资产，那可是你老爷白手起家创下的基业，是你妈一辈子的心血，是留给你的。我知道我夺不过人，我回来之后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。陆总，你们监控拍下来。陆少，您觉得这是小夫人吗？两车都要去了，我星光高速去了，但这条高速刚刚建好，监控很少，几乎没有拍到什么有用的镜头。查，不管用什么办法。是。哎，顾雪，真是你啊！你也回国了？哎呀，陆战东，哎，真没想到能这么巧啊！哎，你住这附近啊？你怎么也不邀请我上去做做客呀、啊？这是一个朋友家。朋友？该不会是你朋友吧？好了，不说了，我先回去了啊！改天去我家试试那个新买的游戏机啊！我家就在陆家大院。哎，陆家大院？难道陆占北是你哥？不是吧，大哥，这你都不知道？咱俩同学了四年，你是真一点都不关心我啊？我先走了。陆占北，我绝不会放过你！真的要谢谢薛兰兰了，当年她为了我丢了工作，现在竟然还愿意帮我。多亏了他，咱们才能找到这么便宜的房子。小雪，你从小在国外，你不知道陆家的人都是恶魔。姐，你放心，有了我，陆占北那个恶魔绝不会再伤害你。姐，你这次回来不会还对他念念不忘吧？不可能，我已经不是之前的顾童了。这一次我只想夺回顾氏集团。八位长老商谈的怎么样？天威已经去世多年了，作为他的妻子，我也是有义务帮他处理公司事宜的。各位说对吗？顾城还没回来，要不……我觉得妈说的对呀、啊。你们说，现在顾氏集团出现了危机，总得有个人出来主持局面。难不成二位觉得董事长的妻子没有资格？资格？你们有什么？顾童，好久不见，你们两个是谁来着？啊，我爸的情人和一个私生女。啊！你给我闭嘴！顾童，你说话可太没教养了。对。我忘记了，
你妈死得早，没人教你说话伶俐。妈，小三儿就是小三儿，我称呼你为我爸的情人已经够了。各位，还记得我吗？就是他，他不是消失了吗？我就不跟大家一一叙旧了。今天我来是为了拉回故事。董事长这个位置，可不是谁都能分一杯。彤彤，我虽然是你的继母，但你不用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侮辱我。我在董事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，我也有苦劳的。那有些话我就直说了。我外公白手起家，一手创立董事，他把毕生的心血都传给了我的母亲。我母亲死后交到了我父亲手里，现在我父亲去世了，理应交给我来管。凭什么？就凭我母亲在病床上一口一字说的话。当时诸位可都在现场。是吗？来，大伙说说，有谁可以为他作证吗？你也都看到了，这里没有人为你作证。很好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进入故事，毕竟身上流的是顾家的血迹，而不像你董事是从哪里冒出来的。就凭你还想当上董事长，也不知道你有什么本事。既然你想做回董事长之位，起码拿出些成绩给大家看看吧。我们来做个约定，你做销售 A 组组长，以一周时间为限，若你销售不出20套房子，就永远不要出现在故事。一言为定。好啊，古潼，你居然敢挑衅我，我就让你好好看看你的下场。一周20套，你还真是异想天开。你是说咱们 A 组就分了你们两个？是啊，组长，其他组都是10个人起步的。没事，你们两个先去把这些房子的资料给我准备一下。我们这周的任务是20套。把你刚说的话再说一遍。说就说，我有什么不敢的？不要以为你是组长就厉害了。像你这种女人能进来，无非就是给有钱人家当当小三儿，吹吹枕边风。你这个女人居然敢碰我！你在我手底下干事儿就得懂规矩。既然是你不尊重我，我也不用尊重你。这是第一次，下次就不是泼水节了。哎，好，顾曼小姐，你放心。经理，经理，我有事找你。我认为咱们公司目前的销售模式存在一定问题，这是我做的一份新的策划案，里面更改了一些销售问题，请您过目。问题？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的问题？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已经工作20年，在销售这方面，还轮不到你指责我。我是曼顿大学工商管理学博士，您觉得我是外行？曼顿大学？啊，行，就算你是，那也只不过是纸上谈兵吧。销售这行不是那么简单，你也做不了。我看你还是远不回家了。我就知道您不会相信我。这是我们这3天的报表。8套，你3天竟然卖了8套高端别墅，这不可能，一定是假的。白纸黑字就在上面写着，可由不得你电脑黑板。哇，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顾潼吧？啊，你的故事我听过，啊，没想到你可真让我刮目相看，3天竟然能卖出8套别墅。我的故事你还是少打听，我们就单纯的聊一聊公司现在目前的销售情况。以现在公司的销售数据，加上全新的销售方案，我相信在不久的未来，一定很快就能成为行业的头冠。就是不知道你许经理有没有这样的观点？有，顾大林，你长得这么漂亮，你当然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哎，这样，这么好啊，
我晚上有个商务会，本来是想派其他人去的，既然你这么有能力，就交给你。好，希望你最好不要骗我。对，等我一下。顾小姐，来，祝我们旗开得胜。庆功酒就不必了，没有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。商务歌曲。小贱人，求你先走。你牛什么呀？啊？顾小姐已经交代过，这次不想交账。那，没事了。谁？找死！你谁啊？啊！我可是这公司领导，你不怕得罪我吗？你得罪你，你倒试试看。你敢打我？你是陆占北？请你原谅我，对不起，我再也不敢了。请你原谅我。顾童，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顾童，你给我安分点。顾童。这里是我陆家别墅，昨晚我带你回来的。我衣服呢？穿上再出去吧。你先出去啊你！就你这身子，我哪儿没看过？谁稀罕？你们！在这儿，这是我家。你这是不打算出来了？你再不出来，我可就要进去帮你穿了。三年，一切都太晚。路上，顾曼小姐说她快到了。少夫人，您可以走了。以后不要叫我少夫人，叫我顾通。还有，麻烦你帮我送送人。少夫人，自从您离开之后，少爷不停地在找您。这些年总觉得少爷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那也跟我没关系。占北，我妈说明天想请你吃饭，你有空吗？明天我有事儿。那明天不行，后天也可以。后天我要出差。是这样的，我上次不是跟你说有个新项目要投资吗？你能不能帮帮我？我一会儿给你打过去。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。哎，对了，我最近啊总想起来咱们小时候，你当时啊可说要守护我一辈子呢，你还记得吗？啊，对了，顾童回来了，你知道吗？顾童回来了，在公司上班呢，有空我们一起吃个饭吧。
虽然她曾经做了很多对不起我的事儿，但她毕竟是我的妹妹嘛。你该不会不原谅她吧？等我有空吧。那行，那我们就一起吃饭，顺便宣布我们的婚宴。尚美，今晚我们在你家过夜了，我还没在你家过过夜呢。我不喜欢别人在我家。陆战北，你迟早是我的。顾桐，你是真行啊！你知不知道差点让我身败名裂啊？我问你，你可想不想干了啊？许经理，我倒想问问你，你的老婆、你的孩子被人下药了，你会不会装哑巴？你别跟我这儿装纯情，在我这儿，你和外边那些出卖身体的女人没有任何区别。我只是卖房子，我不出卖灵魂。哎呀，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，你知道了吗？啊，嘴上说的不要不要。但是心里啊，比谁要的都多。说吧，你有多少钱才能闭嘴？徐经理，既然你不知道他是谁，那我来告诉你好了，他就是顾氏的二小姐，顾桐。我懂了，怪不得顾小姐说。你说什么？没，哪个顾小姐？没。你说什么？哪个顾小姐？徐经理，很抱歉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自我介绍，我就是顾家的二小姐顾桐。你刚刚对我说的话，你再跟我说一遍。另外，你昨天对我做的所作所为，我一定会让你付出双倍的代价，让你后悔活在这个世界上。小姐，顾小姐，对不起，我这次可要看人，请你原谅吧。我刚说顾小姐，我上次记着你隐约也提过这个顾小姐，她到底是谁？没有谁。没有谁，我说的顾小姐就是你啊，啊，顾家二小姐。你放心，我能凭自己的本事让这20套房子如期交付，就能凭自己的本事让你这种人渣滚出公司。顾小姐，我真的错了，顾小姐，你帮我滚！我像你这种狗我见多了，跟你这样的人多说一句话，我都听不到。顾桐的决定是我的决定，没什么好说的。我的决定就是你的决定，有意思。陆战北，你变了。哎，你上啊，我没洗辣呀。哎，哥，你回来了。明天以你的名义去顾氏集团售楼部找顾桐小姐看房子。就这么办。哎，好的，哥。他是？哦，对了，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在留学时认识的朋友顾许。顾许，顾许。你也姓顾？怎么最近出现这么多姓顾的人？你跟顾家有什么关系？陆少，你看我像什么关系，我就是什么关系喽。我叫顾许，大家都叫我顾大渣男，以后请多多关照。战北，你也太不好样了，我打你那么多遍电话你都不接，餐厅都订好了你也不来。哎，战东，你也在这儿啊？这是你朋友吧？还挺帅的嘛。哎，我叫顾曼，我就不跟你自我介绍了，你应该知道我是谁吧？顾曼，哦，好像有点印象。我想想啊，哎，先喝点水吧。哎呦，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干什么？我这个手啊，就是这么不听话。顾曼小姐，大不了我陪您一吻。你说什么呢？我陪您一见。这可是我新买的衣服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顾曼，别闹了，振东朋友也不是故意的，明天我让人送一件新的到你这儿去。啊，战北，我刚刚就是太着急了，我今天穿了你最喜欢颜色的衣服。战北，一会儿我们去吃饭好不好？今天不行，我妈一会儿下飞机，我们应该在家一起吃饭。伯母也要来啊？那我能不能跟你们一起啊？振东，这时间不早了，我就先回吧。你们一家人在这儿吃饭，我们这些外人在这儿不太合适。顾曼小姐，一起走吧，我送你。谁要跟你一起啊？你和他一起走吧，我想一个人静一会儿。那好吧，战北，那你多注意休息啊，我先走了。妈，这次您回来，我一定要告诉你，我爱的人是谁。
我弟肖尚坤。先生，陆占北，怎么又来了？有问题吗？我是来买房子的，带我看一下。好玩。什么？没有的。我们这个别墅啊，坐北朝南，采光好，楼与楼之间的距离非常远，环境优美，十分安静，非常适合您和您的那位顾太太构建爱的小屋。真的不会上火？我黑气了。这么一看，确实低级。我已经不是三年前的。这三年唯一没变的就是化肥。给我回来，回来。是是是，顾小姐，我知道谁是我的主人。哎，您放心，这一次我一定让他颜面扫地，相信我，这是最后一次，枉他再跟这个圈子里混不下去，我一定让他身败名裂。啊，您放心，您放心。哎呀，我徐志超办事，啥时候信不过啊？哎，好。徐志超，都这么晚了，这几个傻子还没有审批完。呀，顾大小姐，您进来的时候怎么不敲门呢？好，我刚好有事要找你。你说说你啊，咋这么厉害呢？啊，不仅让陆先生把那套三千万的别墅卖了，还能让他落户到你的名下，真是高啊！啊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怎么不知道？顾小姐，你说你在这跟我装什么糊涂啊？还和我在这装清高？我看你是只傍大款。其他人根本入不了你的法眼，是吧？不过，就算你是顾家二小姐又怎么样？现在顾家那是顾曼小姐说了算了。小嫂子，啊，我看你今晚就好好服侍我吧。闭嘴！你在找死是不是？再乱说话，你等着！你他妈给我装什么清高啊？告诉你，老子今天要定你了！你怎么伺候陆少爷的，今天就怎么伺候我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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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冷静，哎，来呀，弄啊！啊，这个小子，就算天王老子救不了你了。这次天王老子来了，救不了你了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你看，我，找死！我的女人你都敢碰？对不起，我小姐，对不起，我再也不会。对不起。碰了顾头，没死啊！我小姐，我小姐，我小姐，可救救他！和他走吧。就这么散了？谁是你的女人？我才不是你的女人！我怎么做你管得着吗？啊！谢谢。你怎么来了？我给你买了套房子。我来拿我该拿的，不应该吗？哦，刚才，谢谢。没了。没了。我去接一遍。我在。什么？他回来了。帝豪俱乐部。好。晚上我去你西说了，再见。你和谁打电话？这是我的私事，跟你没有关系。一个男人。
也比我生气。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你不要干预我的私事。那个人是谁？你这个样子，顾曼看到一定会很伤心的吧？我和你没有什么好说的。姐，咱们这样做行吗？会不会有危险啊？我老感觉陆家兄弟不是坏人，我们是不是做错了呀？只能这样了，很多事情你并不知道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好吧，姐，我相信你。富豪俱乐部只能会员才能带进去，要想见到叔叔，只能这样了。而且，我有我的计划，你配合。美女，喝两杯。老总，您贵姓啊？要不今晚我陪你？叫我刘总就好了。那今晚我们就一醉方休，快活一下。服务员，点单。刘总，你们喝多了，我去找服务生给您倒杯水。属于自己的东西吗？想，这三年来我一直在想，傅成叔叔，我一定要当好这个总经理，让您看到我的成长。我已经不是之前那个顾通了，这一次我一定要亲手拿回顾氏集团。好，时间不早，我送你回家。不麻烦傅成先生了，我送他回去就好了。因为你是喝了吗？哦，暂时还没有。战兵，你放开我！你已经离婚了，你不要给傅成叔叔造成扰动。我这就是为消除误会。傅成先生一直都知道我们的事和妻子。什么妻子不妻子的？我这次只是想拿顾叔叔一切，到时候再和你妻子。你想重夺顾家，没有我，行吗？
不要你管。有些人不能见，真气。那我先走了。有需要的，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啊，行，您继续啊。师傅再见。啊。陆战北，我不会走。想走，可没那么容易。我刚刚不是说了吗？我送你回家，走。不错不错，你就不在，不关你事。你不请我上去坐坐吗？你今天的表演太精彩了，不同你也一样。陆战北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关系了，请你不要打扰我的生活。在我这儿。说了不算。哎，你干嘛？去你家？我没同意你去我家。我要是非去不可。绝对不可能。你，流氓！总有一天，你会让我放弃。哎，你绝对杀不了我！哎呀，咱俩合作一下，合作一下。顾璇。你和女人同居啊？还是这么漂亮？对啊，我女朋友，漂亮吧？哦。别胡说！你好，我是大姐，你们慢慢玩哈。她就是我经常跟你说的那个朋友，她也回国了，她叫陆战东。陆战东，他不就是陆战北的弟弟吗？我也没有跟你说过，不是让我跟我家女人有来往。哎呀，我以前也不知道他是那个混蛋的弟弟嘛。真的你没办法。来来来，继续。我上线。那个顾雪，我问你个问题。说。可以追你姐吗？哎呀，滚！哎。我保证对你姐百依百顺。哎，你把我杀了！你，这就是乱说话的代价。我没有乱说话，我是认真的。我发誓，我对你姐绝对不会三心二意。陆璇，我陆战东说话一向算数，想都别想。我发誓，绝不会让顾通姐再被陆家伤害。妈，真是气死我了！顾彤那个死丫头，现在都当上总经理了，照这么下去，那顾氏集团迟早被她抢了去啊！她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总经理，咱们可是董事会成员，她想和咱们斗，哼，还早得很呢。我也知道妈，但我就是不想让她高兴，她开心了。我就不开心。妈知道，那就给他点颜色瞧瞧。三天内我整死他了。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对付他的好方法呢？你记不记得去年建成的乐园楼盘？当然记得。但那不是有问题吗？咱们当时也是花了好大的价钱才把消息压下去的，而且现在也没对外公布呢。现在是时候请顾如如。在那个梦工桌边，喂，顾彤，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？什么？你说乐园楼盘？那个楼盘好得很啊，我们顾家也打算把它当重点项目来培养呢。什么？你想要？可以啊，你可以试试。别客气，谁叫你是我的好妹妹呢？妈，鱼儿上钩了，你就给我等着吧，顾彤，看我不整死你！
房子塌了，还有五个人被困在电梯里了。你等着啊，我马上过来。顾总，为什么新楼盘开售期间发生这样的问题？你们之前知道楼盘有问题吗？顾总，这不是草菅人命吗？对不起，我也是刚刚得知这个消息。但是在这里，我向大家保证，所有的伤者我一定会送去最好的医院，用最好的设备去治疗。乐园这个项目我也会暂停关注，如果牵扯到退费，我们一定会堵上处理。是我对不起大家，是我代言的房地产出现了问题，我非常对不起这些受害者们。我现在已经退掉了代言了，我做这些都只是为了帮我妹妹。还有妹妹，这些事情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？你为什么不跟大家说清楚呢？顾妈，你简直像玉女皇，竟然在这里找顾妈！你还是我。你来干什么？是来嘲笑我还是来报复我？我让你的顾曼大小姐委屈了？你话太多了。那你来干嘛？送你回家。就送到这儿吧。听说你这次要还十亿，你拿得出来吗？你是这么觉得？我可以帮你。我不愿意说，谢谢你。不好了。你疯了吧你！考虑一下。去啊！哎，你等等我，我去你家。陆战北，你不要再跟着我了。我送你回家，还不能进去坐坐？不可能！你再这样，我叫人了。顾桐，谁敢纠缠你？我不管你是谁，给我离顾桐远一点。小雪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是谁？我们夫妻间的事情用不着你干涉。陆战北，你认识我？我们前几天才见过，你不过是我女朋友的混蛋前夫罢了。你是小钟的朋友？不是，你和他……你不是和那个叫顾曼的狐狸精在一起了吗？好一对狗男女。不要再闹了，我根本就不是你的妻子，我和你们陆家人不可能有任何的瓜葛。陆战北，请你离开。哎呦，你在啊，彤彤。越是这个时候你又要振作起来，这很明显是顾曼是在坑你的呀。我知道，可是现在问题是我该怎么样去还这十个亿的房款啊。我倒是知道一个赚钱的地方，就是不知道愿不愿意去。我愿意，快说说。我不见一定会保护好你，不管是债务还是安全，我发誓。黑拳比赛，找王峰胜，臭了。程啊，你说的这赚钱的场所，就是拉客户呀。我说的可不是帝豪俱乐部的外围场所，这个是专用高层娱乐的地方。这里面全是大牌，你晚上不出门就能百万。你还想不想还那十个亿？你是来陪客人的大小姐啊？算了算了，我服了你，幸好你带回家。这样真的可以吗？你还想不想还那十个亿？我跟你说，不管怎么样，你的职责就是陪人聊天了，让人开心的，啊！走吧。是你？你们认识啊？那岂止认识？顾小姐当时可是让我印象深刻。顾小姐刚来校，
我可是听说你现在负债累累。我这可是有事情，就看你有。刘总，我只想涂个口红，再来好好服务你。刘总好酒量，今宵一杯酒，财神今天有。刘总真豪爽，啤酒一口闷，老板是男神。顾小姐，喝一杯吗？是这样的，他新来的，他会喝酒，我替你喝。我让他喝。他真不会喝，我替他喝。滚！什么脸啊？喝一杯，喝一口。10万。喝一瓶100万。刘总，他真的会喝酒，我替他喝啊。就你死三八话多是吧？老子今天非得让他喝。我替他喝，他真的不会喝。他妈的！我喝。这就对了吗？顾总好酒量啊，来接着喝。顾总他真的不能再喝了。顾总酒量好着呢，接着喝来。顾总你真的不能再喝了，再喝下去受不了的。我能喝能喝。真不能喝了咱回家啊。你个臭娘们，懂得怎么回事？够拿耗子多管闲事，滚！我跟他一起走。喝！你他妈给我！刘小姐，顾小姐。他妈找死啊！哎，我一定是在做梦。嗯，陆展北。你知道吗？我就是个王八蛋。嗯，你王八蛋，我恨你，我恨你一辈子。差点。做梦还没醒呢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是我家，我想在哪儿就在哪儿。难道昨天晚上那不是梦？那我有没有胡说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去帝豪俱乐部？我才不要你管。哦，原来是你毁了我的生意。那老流氓让我喝了那么多酒，还没给我结钱呢。你缺钱我可以给你，我的事儿不要你管。你把衣服给我，我换好衣服我就走。宁愿出卖自己愿意做我的女人是吗？对，陆占北，我恨你，我不想跟你有任何的关系。陆占北，你就是个混蛋。对，我就是混蛋，就是要你恨我，就是要你恨我恨到骨子里，我就是让你恨我一辈子。顾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能不来啊？我还指着你这工作赚过那10亿呢。我是说你怎么还敢来呢？第一天弄鸡飞狗跳的，你还想不想干？快别说了，今天顾总是预感不好，
你怎么了？魂不守舍了？刘总，今天来听话呀。刘总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哟，这不是我的好妹妹吗？哎，我记得你不是在顾氏集团售楼部当总经理的吗？怎么，白天在公司当总经理，晚上在那当陪酒女啊？什么陪酒女不陪酒女的？这一点，我还得跟我的姐姐好好学习。算了，刘总。我这个妹妹呀、啊、平时就是这么缺管教，自己放荡惯了，跑到这儿来，真是丢我们顾家的脸呢。既然姐姐这么看惯我，大可以换一个人，不用在这里鸡蛋里挑骨头。挑换人？你还有脾气了？既然在这当陪酒女，那作为姐姐肯定得给你好好赏赏脸呀。刘总，昨天的500万你还没有支付。同样的规矩，一瓶酒100万，两瓶一起算。今天你们两个人，一瓶200万。哟，咋还坐地起价？就200万，就凭你也配跟我抢家产？顾童，看我不玩死！好，哎，多喝点，这一杯酒可是200万。哎呀，这就对了嘛，妹妹。来，咱俩也喝。哎呀，嗯。哎，倒上倒上倒上，别闲着呀，快快快。哎，对了，这都已经喝了这么多，再喝下去可能出事儿。怕什么，放心，出了事我兜着，明天的新闻头条我都想好了，顾家二小姐放荡形骸，在不良场所勾搭有妇之夫。你们两姐妹的事我就不掺和了，我还有点事儿，你们慢聊。先走。刘总，刘总，我脑子……哎呀，我的好妹妹，你快别喝了，再喝就要喝醉了。不就是10亿吗？咱们慢慢还呗。我还能喝。还能喝。其实啊，你要想拿到钱很容易啊，你现在只要脱了衣服向我跪下，说自己是个店女人，我只要拿到视频，咱们俩的账就一笔勾销，怎么样？你做梦。真是给脸不要脸，装什么正经啊？顾童，你跟你妈一样，都是装正经的贱女人。小心我撕烂你的嘴！说什么？撕烂我的嘴？我真是给你脸了！你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放开他！哪里来的臭屌丝？我的事你也敢管？找死！哼，我知道了。你是这个不三不四女人的姘头吧？你敢打我！她是我女朋友。顾童，你还真是好样的！你给我等着！我来上班，有人欺负我。慢点吧。你怎么来了？顾总没事吧？怎么喝成这样啊？问问你的好嫂子吧。我嫂子？喂，黑拳比赛现在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帮我照顾好我姐，如果她再有危险，我唯你是问。
哎，说你去哪儿？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一个孤三不四的女人？你是不是觉得我根本就不爱你？我告诉你，其实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。我叫吴振东，是你弟弟。其实我弟弟看到你之后就喜欢上你了。哎，其实我都看了。不好，我真心喜欢。你做我女朋友吧，我帮你还钱，给你最好的环境，我保证以后都让你过得幸福，好不好？给我放手！战东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是来保护我喜欢的人。战北，你别怪战东跟彤彤，他们都还是孩子，他们肯定是被打火机的杂种给骗了。哎，不许你这么说，不许啊！不许，都跟我说了，今天的事都是因为你。我可是你嫂子哎，战东。行了，东南，你照顾彤彤。战东，你跟我出来一下。哥，今天的事真不怪彤彤，你以后别再找他。肯定不找他，他是我嫂子，我怎么找他事儿？我说的不是彤彤，不能行，我不能跟他在一起，不能跟他动心。为什么？他说的。什么？我说，他是我的女儿，不是的。顾彤，既然你不仁，就不怪我。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，从小你就霸占走了我的一切，现在还要抢我的东西，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。陆善言，你还真是个蟑螂，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，你这种人不配做我哥。战斗，其实有很多事情没有办法。好啊，说，我倒是看看你能想出什么理由。其实我们今天，正本，正本，没事的，正本，我在这儿，没有人能伤害你。我这是在哪儿啊，正本？你的腿被水果刀伤了，还好送医院送的及时，现在应该没什么大碍。不满。你还记得帝皇俱乐部最后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帝皇俱乐部，帝皇俱乐部，我记得我正在给彤彤擦脸呢，然后他醒过来了，他说他特别恨我抢走了你，然后他就拿水果刀向我刺过来了，上北，我好害怕啊。是我伤害的顾曼，顾曼怎么样？果然跟以前一样，因为你这样侮辱顾童，所以什么都不说。哎，哥，你是顾童的弟弟，弟弟，原来你是顾童的弟弟，和你没关系。这么说来，你也是顾曼的弟弟。其实我跟他很早就认识了，那个时候。才上小学，陆氏集团不像现在这么庞大，甚至都快破产了。你想说什么？我小时候家门口天天都有很多人来讨债，在学校里面同学也欺负我，可能是因为家庭背景的原因吧，学校里的这些人
都不待见我，交朋友也是一种门槛。可是，就有那么一个小女孩，还愿意跟我一起玩，甚至我受欺负的时候，她都会挺身而出。难过的时候，她会把她最喜欢吃的芒果糖给我。她说，难过的时候吃点甜的，心里也就甜了。你是想说，那个小女孩就是顾曼？其实一开始的时候，我并不知道她是谁，我只知道她是顾家的千金，我是她的小北哥哥。我发誓，我一定要照顾她一辈子。可是后来，她突然要转学了，她奶奶去世之前，给了我一个玉佩，上面有我们家的家徽。她走之前，我把那个玉佩送给了她，我跟她说，她以后可以拿这个来找我。现在想想，这不过是小孩子的玩笑罢了。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了，直到那年。您好，我是顾氏集团的代表顾曼。是你？后来经过调查，我才知道她是顾氏集团的大小姐。这个时候，以前的那些画面就会浮现在我眼前。那个时候我就决定，我要和顾氏联姻，我要履行小时候的约定。后来又发现，算了，不说了。可是今天在帝皇俱乐部欺负顾曼的人是你吧？我绝对不允许有任何人侮辱他。既然这样，那你为什么要欺负顾童？对顾曼，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不是爱，只是每次想到小时候，我就觉得必须要履行。不过他真的变了，跟我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我经常会怀疑，我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他。至于顾童，我每次见到他都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，我会控制不住我自己。我真的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办。顾童的爷爷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收留了我，所以我和顾童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什么？所以我比你们任何人都有资格喜欢顾童，就像你不允许有人侮辱顾曼一样，我也不允许有人侮辱顾童。真的是顾曼吗？没事，都过去了啊！陈道辉，真的是顾曼吗？我多了什么都记不住了，我真的是杀人凶手吗？哎，你胡说什么呢？顾曼现在已经没事了啊，我相信你不会做出这种事的啊！我记得，今日酒醉还给了他一巴掌，我那个时候真的。真的借着酒劲捅了他，那我怎么办啊？哎，别自责，没事，都过去了啊。不行，我是杀人凶手，我必须要去跟他道歉，不然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的。妈，我真没事儿。顾童这个小贱人简直太无法无天了，你看看他把你腿都伤成什么样了，真是，他还配伤我？妈，实话跟你说了吧，这一刀是我自己的，我就是要用这一刀换他下半辈子安分守己。喂，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给我把帝豪俱乐部所有的监控给我调出来。闺女，你可真是太厉害了，这一刀真值，现在顾童的名声肯定已经臭完了。这还不够。今早顾氏集团股价大跌，这董事会的人肯定会让顾童投案自首，到时候看他还怎么跟我斗。闺女，你和陆占北的婚姻可不能再拖了，现在半路杀出个陆童，只怕……放心吧，妈，一切都在计划里。回来了，哎，坐，妈，快让占北坐。真没想到你如此狠毒的女人。江北，你说什么呢？阿姨，我想和顾曼单独聊一会儿。好，你们聊，那我先出去，慢慢聊啊。江北，这些视频肯定都是 P 的，都是后期合成的，你知道的。帝豪俱乐部所有的录像它都是隐秘的，你看到都是假的。你还在狡辩？
这个录像是我配置帝豪俱乐部内部系统获得。顾曼，你骗了，你骗了会撒谎，骗得我一点都不认识你。我会把这个录像交给媒体。顾曼，你们分。对，是我做的，是我骗。但我做这些是为了什么？我都是为了你啊！我也痛恨我自己。是，我是骗了。我变得我自己都不认识我自己了，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恶心。我本来以为我们会结婚，会生孩子，会有一个美满的家庭。自从那个顾童回来了以后，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他，他从小就仗着他的身份欺负我，就欺负我这个私生女。他现在还有脸和我心爱的男人一起对付我。夏梅，你难道忘记我们曾经一起的誓言了吗？我真的从来都没有想要伤害过任何人，我只是希望小时候那个说用余生守护我的那个男孩回来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这个视频我们会再让第二个人看到。至于顾童，我会让他来给你道歉，你也发个声明告诉大家他的伤是跟你没有关系，你也不会再去质疑他的责任。至于承诺的事情，我陆战北一向说到做到。顾童，你是我一辈子的敌人，凭什么你小的时候想要什么都可以，我要什么就得央求，现在连我心爱的男人你都要夺走，我是不会原谅你。我一定要和陆展北结婚，我要拿回这一切。喂，是我。你不是已经对我彻底失望了吗？你现在又打电话来干嘛？在医院没骂够，来打电话骂我是吧？你去医院看一下顾曼，跟他道个歉。我又没有做错什么事，我凭什么给他道歉？我就知道你不相信我。反正我说了，我真的没有疼他，我没有伤害过他。我相信你。我就知道你不相信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相信你。你看，我就说你不。我说我相信你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相信你。顾童，顾童。我在。我已经跟顾曼说好了，只要你过去跟他道歉，这件事儿就算解决。现在最重要的是保住顾氏，现在只有沈凌和顾曼去发表声明，才能解决你面前的舆论问题。好吧，为了顾氏，我愿意去。小雪，你来的正好，跟你下去，拿出咱们公司所有能卖出来的资金，试进市场上咱们公司所创造的所有股票。咱们公司的股票不都已经跌停了吗？对了，姐，你让我准备全球最大经济报纸的专访，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们什么时候过去？把专访取消了吧。可不是你让我准备的吗？你跟我去趟顾曼的医院，叫什么站？曼曼，真的要按陆战北说的发表声明，就这么放过顾童那个死丫头吗？妈妈，你放心，我在娱乐圈打拼这么多年。对我的人，即使是有声明，我也一定让顾童在顾氏待不下去。我就说今天怎么这么危急，原来是病房里来了个瘟神。顾妈，我是来跟你道歉的。哎妈，你说在这医院里怎么还能听到狗叫啊？是为我自己，是为了顾氏集团上下这么多的员工和客户，他们也都只是老百姓，因为咱们俩已经闹得家破人亡了。那些人的死活与我何干？我就是要让你永久的退出顾氏集团的争夺。我就是故意要让顾氏集团股票暴跌，我就是逼你离开顾氏集团。只要你能滚蛋，就算让更多的人倾家荡产，我也无所谓。顾曼，
这是咱们公司的那些客户可都是普通老百姓了。之前因为烂尾楼的事情，我已经够对不起大家了。这次，我一定要为顾氏集团做点什么。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让你放过顾氏？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让你放过这些客户？好啊，既然你这么愿意为那些陌生人拼命，那你给我跪下。曼曼，曼曼，我们被这个贱人给甩了，他找人进行了全程直播。古潼，你我……哎，大明星，在镜头面前可要注意风度。哎呦，姐，你也太牛逼了！这场翻身仗打得真漂亮。好了好了，该做什么做什么。哎呀，姐，你也太厉害了！你现在呀、啊，可是微博热点的第一名。哎，你知道这些人怎么说你吗？你看啊，你有没有为你的顾客拼过命？杰出企业家模板，感动世界十大老板之顾潼。哎，姐，咱们集团原来拉停那些股票，已经拉了五个涨停板了，整整赚了7亿呢。姐，我现在真是越来越服你了。好了好了，别再拍马屁了，这次只能算是侥幸逃脱，以后还是要避免这种事。哎，哦对了姐，我听说董事会的长老们找你。冯老，这次多亏了你，才让顾氏集团度过了这一次重大危机。这次事情的源头本来就是你，而且啊，身为集团的一份子，这也是我应该做的。我和董事会的几个成员商量过，你本来就是老顾总的孙女，名正言顺，这个人就是你。不过呢，公司有规矩，就是董事会的成员不能有副职，以免以后呢拿公司的钱去给自己。你之前因为绿源的事件欠了10亿，这笔钱还你。我靠着股票的收益，现在有7亿，还差3亿。这样，你也知道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。我给你3天时间，如果你把这笔钱还上，董事会的名额里边也，否则呀，我们只能考虑别人。3天，3亿啊！顾占北，你怎么听说你重新回顾氏集团了？恭喜啊！别提了，我要在3天凑齐3亿才能重回董事会。3天，3亿，把我卖了也还不起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？去帝豪俱乐部碰碰运气啊！说不定那里有一个人傻心、人美心善的大款，给我3天豪掷3亿，只为让我跟他喝酒聊天。不准去！不去。不去，你告诉我怎么三天可以签约。上车，上车。站北，你要带我去哪儿？你陪我3天，我给你3天。那还是算了，抢不了我。你不想要故事了，这么轻易就放弃了？如果我现在打电话给帝豪俱乐部，说不准你安排客人。怎么选？你自己看着办。我怎么知道？这张支票，请你入室商谈，全部拿给我。我要你这3天完全属。我警告你啊，不是卖衣服卖车，你可不要对我动手管。成交。现在是属于我的了。
走，开房。最近工作有点累了，想休息一下。对你，我可以不累。还抢一个男人。顾童，你别忘了，我可是买了你三天。如果我不满意，随时可以终止我们约定。还真是。过来。然后呢？亲我。你说什么？是我说的不够直白吗？大北，你别太过分了啊！我当然可以不过分，只要你说，不要亲我。心里还有没有其他男人？发什么神经了？说，心里有谁？有谁都跟你没有关系。站北脖子上玉佩的图案怎么感觉这么熟悉啊？你说什么？顾曼也在这儿？不行，得走。不准走。你是不是疯了？被他看到，他又得大闹一场。嫌麻烦，我还嫌麻烦呢。不行，你这三天都是我的，谁都不能来打扰我们。我才不听你的鬼话，我现在就走。再说一次，不准走。陆战北，你这个疯子。对，我就是疯子。至少在您面前时，我很清楚我自己一点都不想离开你，一点都不想。你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？那如果我不和顾曼结婚了呢？有什么？我说如果我决定不和顾曼结婚，你还愿意跟我继续在一起？ Surprise， 战北，我知道是你。陆战北，你个混蛋，你赶紧出去！
占美，人家想死你了，你想我了吗？嗯。我就知道，今晚我能不能留下来？好呀，我去陪你重新开一家。我才不要呢！我要跟你在一块儿，你让我进去吧。西餐厅吃饭。占北，我去一趟洗手间，我头发有点脏了。见到小时候姐戴那个玉佩了吗？我怎么都找不到玉佩。你找那个干什么？今天我在陆占美家看到了她，也有一块一模一样的，就想着去找找。哦，找不到。占美，请心着凉。占美，你亲我。木曼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说。我们分手。占美，你开玩笑的对不对？木曼，一直以来，我一直把对你的感情错当成爱情。一直用我们小时候的约定束缚自己，同时也束缚了你。从今以后，我把你当成最重要的那个人，小弟。木曼，我就知道没有那么简单。我已经被赶出故事了，现在连你也要离开我。所有人都欺负我是吧？顾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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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定要醒过来。虽然你可能已经不记得，但是我一直记得，小时候你总是跟在我后面，像个小跟屁虫一样。等你醒过来，我们马上就结婚。顾曼，你醒了是不是？顾曼，占美，我这里怎么了？我们在医院，你出车祸了。占美，我求求你不要离开我，好不好？这个月我们马上就结婚。你这个贱人，居然还敢过来，真是不要脸！勾引你姐姐的男人，看我不打死你！我现在就是妈，妈。刚刚占美说要娶我，好啊，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。占美，我真的很开心。等我出院，咱们就去选婚纱。我让黎黎送你回去，我们离婚吧。好啊，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，不用你送。我自己可以。顾童，看见了吧？你是争不过我的。你找我？嗯。我要和顾曼结婚了，
顾童，以后就交给你。不用你交代，祝你们这对狗男女百年好合，我会照顾好顾童的。消息心里怎么还是这么苦涩？哎，想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。你去哪儿？我给你起呗。我去上厕所，你要跟着。哦。果然，他还是更爱他，对吗？爱一个人，究竟是要占有他，还是让他快乐呢？找我来就是为了你姐夫。就知道了。他们两个。快说、啊！在我哥订婚的家宴上，我把公主也带去，就说我们两个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当然还是希望我姐能和……这你就不懂了，这招叫以退为进，激将法。可是我姐她能同意？放心，我帮你。山童，谢谢。哎，我是真的喜欢。可是，喜欢一个人就是一个浪漫。对不起了，姐。无论结果怎样，我都希望你幸福。别忘了吃早餐啊！好啊，我知道了。你也是，坚持第一天，可就知道了。嗯。哥。你说送女孩子礼物送什么样的好、啊、你交了这么多女朋友还纠结这个？哎，那是顾总好像跟别的女生不太一样，我也琢磨不透他的心思，就好像他是不是心里已经有一个人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找尚北商量点事儿。战北，你看这有好多婚纱设计图呢，你觉得哪个好看？都挺好看的。战北，你帮我选一个嘛。就选第二个吧。我也觉得这个好看。战北，咱们俩连选婚纱的眼光都一样了。选婚纱可不容易啊，你不仅要选中好的婚纱，还要选中好的人啊。战东，之前在帝豪俱乐部是嫂子做的不对，你要是能原谅我，嫂子什么都答应你。不用管他，他只是最近心情不好。是因为什么事儿啊？没什么，感情罢了。感情？战东还会因为感情的事情心情不好啊？战东，说吧，看上谁了？到时候我们一起吃个饭，嫂子帮你撮合撮合。不用了。战东，你可别骗我啊！顾宇真的带他女朋友在里头。哎，当然了，顾许说了，他在里边有些尴尬，所以想让我们去陪他。只要他能放下我，为了他，我可以放弃一切。战东，你怎么把他带来了？顾童，这种场合你来不合适吧？哎，你们说什么呢？这个是我女朋友。不是的。你女朋友，这
山东，你不知道她就是一个不三不四的女人吗？妹妹，不是我说你啊，这战北刚刚不要你，你这方向转的可够快的，转脸就让战东顶替啊。明白。哎，你们怎么说顾头呢？顾头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，反正我就认了。今天不是商量我们订婚的事吗？我也就直说了，我跟顾头也要订婚。你这个熊孩子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不能和这个小贱女订婚。凭什么？现在不都是自由恋爱了吗？我跟谁订婚，用不着你这个老头子。他是你嫂子。什么？我和你哥结婚了。真是，我和你女儿的未婚夫已经离婚了，以后也不会有任何瓜葛，更不可能跟战东在一起。以后。我绝对不会干涉你们两家的任何事，还算你有点良心。你快走吧，我们不欢迎你。既然来都来了，别着急走啊。好菜来喽。小熊，你这没事，你往下看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个小小的服务生，竟敢命令我们？陆先生不是拜托我好好照顾顾童小姐吗？那我们好好聊聊怎么照顾。我这里有些好菜，陆先生可能爱吃。不是这样的，站北，站北，你听我跟你解释。有什么好解释的呀？照片都让人拍了，我说你下次找个没人的地儿啊，竟然为了一个女主就头晕伤了情人。哎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这照片肯定是 P 的，顾童，一定是你，你故意来看我笑话是吧？顾童，你个小贱女，自己当年出轨跑掉，现在你姐结婚又来搞破坏，我够了，顾童，我不管你想干什么，但我绝对不允许你这样侮辱公办。顾童，你完了。你毁了我女儿的订婚宴，我要你不得好死。战北，战北，我知不知道，我真的很爱你，我的世界就只有你了。喝多了。我没有。我跟刘总之间什么都没有，那些图肯定都是 P 的，现在 P 图技术这么发达。然北，你是相信我的对不对？我好想回到我们小时候呀。你说那个时候无忧无虑的多好，真希望时光可以倒流，喝点热水吧，下次不要喝那么多酒。不是这样的，战北，你知不知道我的生活中只有你？我不知道我们不结婚我该怎么办了。我们会结婚的。真的吗，战北？你知不知道，嫁给你就是我从小的梦想。给你。其实我一直都不吃糖，而且我本来就对芒果过敏，我一吃芒果我浑身就会起疹子。这不是你最爱吃的啊？是吗？战北，肯定是你记混了，这个世界上糖有那么多，肯定是你记混了。战北，我们还是20号结婚对吗？小徐，你今天到底想干嘛？我已经回到董事会了，和顾曼母女的恩怨也已经结束了。姐，真的结束了吗？当初就是顾曼使的毒计才抢走了陆战北，我无数次听到你在梦里还在喊他的名字。他的眼神也告诉我你还喜欢，你骗不了我。
我爱不爱他现在还有什么关系？他已经和姑妈要结婚了，我们回不去了，回不去了，结束了。没事姐，别哭了，有我在。我相信老天一定会给我们一个公道，事情一定会水落石出的。该是你的，还是你的。既然他们敢给姐发请帖，那你就大大方方的去。让我们再次欢迎这对璧人，两人从多年前携手走到今天，实属不易。谁见了不说这是郎才女貌的一对？这是什么？快跟我删掉，删掉！想必大家都很好奇，照片上这个男人是谁？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，照片上这个人正是当时17岁顾曼小姐的男朋友林志。如果大家对这个时间不敏感，我来为大家解释一下，当时恰逢杜氏与顾氏的联姻，而原本的新娘正是这位怀上了林志孩子的顾曼小姐。后来呢，大家都听说了。住口！今天是我哥大婚的日子，你怎么能干这些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根本就不认识我林志，你给我滚下去！不认识。而在今天顾曼小姐大喜的日子，我们的林志先生也到达了现场，让我们掌声欢迎他。不可能，林志他在监狱怎么可能来？顾曼小姐口口声声说不认识林志，那怎么知道林志在监狱？顾童，肯定又是你捣的鬼，我杀了你顾童！够了，顾曼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我一直把你当成小时候的那个小女孩，你现在已经彻彻底底的变了。不是这样的，詹北，你相信我，你听我跟你解释，真的不是。陆先生，有些事情我觉得你还是知道的清楚一些比较好。我真的不应该信你，上次订婚宴是你，这次婚礼现场也是你，你真的是为了顾童以不择手段。我对顾童的感情你是无法想象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会跟顾曼结婚，我会帮他封锁消息，让他继续做大。真的呀？真是伉俪情深啊。你不会懂，在顾曼还是小女孩的时候，我就发誓要保护她一辈子。顾曼，你为什么要偷走我的玉佩？你的玉佩？如果我告诉你，当年你发誓守护的小女孩不是顾曼，而是顾童。你说什么？战梅，你别听他胡说，这玉佩可是你小时候送给我的，你忘了吗？这是我和我姐的合照，上面那个戴着玉佩的小女孩就是顾童。战梅，你别听他胡说。顾童母亲去世后，母亲便娶了多年的情人沈宁，顾童也因此离开了学校。后来顾曼偷走了顾童的玉佩，冒充他与你联姻，但是他又与林志不断私联，发现怀孕后便诬告顾童，宣称是顾童故意派人强奸他等，利用林志对自己的爱，即使含冤入狱，未曾告发。战北，你不要相信他说，他说的都是假的。顾曼小姐，林志先生就7年前请假向我们交代他的心情，现在我们要带您走到沈梅小姐。战北，你救救我！小雪，
顾童，你最喜欢的糖果是芒果糖，喜欢夏天，讨厌冬天，最喜欢在下小雨的时候淋雨，喜欢所有毛茸茸的东西，最好的朋友是小熊先生，害怕打人，害怕蛇，害怕所有尖锐的东西，是你对不对顾童？是你，原来是你。小北哥哥，是你吗？顾童，对不起，是我不珍惜你，一直以来我都被表面的东西所蒙蔽，却忘了最真实的内心。我一直以为凭着玉佩就能找到你，却不知道真正的你是要用内心去感受的。顾童，我已经失去你一次了，我不想再失去你了。顾童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你好，我叫陆战北。陆战北，你就是个傻子。对，我是世界上最傻的傻子。陆战北，你就是个笨蛋。对，我就是这世界上最笨的笨蛋。你好，我叫顾童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哎，行了行了，肉麻死了，不是都要求婚吗？赶紧开始吧，我来主持。司仪上 BGM。 好嘞。陆先生，你愿意以后谨遵结婚誓言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疾病或者健康，美貌或者失色，顺利或者失意，你都愿意爱他，安慰他，尊敬他，并愿意在你的一生中对他永忠不变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顾小姐，你愿意嫁给他做你的新郎，与他在神圣的婚姻中共同生活，无论疾病或者健康，美貌或者失色，你都愿意爱他，安慰他，尊敬他，保护他，并愿意在你们的一生中对他永忠不变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新郎还等什么呀？